不是你。就是你感觉是什么样子的？天蝎座。反正就比较容易吧，谈了蛮多女朋友，都是天蝎，然后我觉得他们都这个星座比较浪。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比较傻，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男人会给他所谓的爱啊，他想要的东西啊，以及所谓的安全感，但很多时候可能因为这个爱模糊了自己的自身。拜金吧，我觉得这种女生都比较有心机，她肯定是看中了那个男生的哪一点。假如她知道她心里比较单纯或者善良的话，她肯定知道别人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她不会去参与别人的生活，对吧？就是因为爱钱。对，可能是，也有可能是觉得有点不值吧，觉得这种女生或者男生配不上她喜欢的这个人，就想就是说把她抢过来怎么样的。穷怕了的女生吧。怎么为什么感觉是这种人呢？一般当第三者的都是那种喜欢别人的钱吧，所以是穷怕了的女生。就第一不务正业啊，喜欢那种不通过努力就很容易得来的东西啊。还有就是那种喜欢攀比的，可能家里条件不太好吧，然后就看别人什么都有，比如说现在就追求那些大牌啊，然后自己家里买不起，可能仗着自己有点姿色吧，然后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当第三者。那种比较傻的那种单纯啊？有啊，有一些可能是被骗啊，说自己是单身但其实不是的，都有的。就是如果你婚前同居觉得不行的话，可能broken 掉，但是如果婚后才开始同居的话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那是哪里不行？生活很多细节方面吧，生活习惯啊，还有一些你跟他更亲密的话，会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没有什么区别吧，婚前会同居，就婚后也就是领了一本证的事了呀，没什么区别呀。那些行为上呢？比如说婚前可以晚上也可以不回家，婚后就不可以不回家呀？我觉得结婚了就是不会出去乱玩了呀，就算没有结婚，就是男女朋友的话都不会呀，都会各自都会想着，既然在一起了就应该好好的在一起。婚前就是比较拘束，对，然后婚后就会觉得新鲜感过了。腻，真腻了。可能就是说两个人提前体验一下，就会避免婚后摩擦呀什么的，等于说提前把该避免的问题提前避免了。没有区别吧？怎么觉得没有区别呢？不是都一样吗？都是同居啊，有什么区别？没有新鲜感吧，或者那个不一定吧，那是要看你有没有遇到对的人了。我能做什么？我不能同居好吧？不能同居好吧？下一个更乖，下一个更乖。那你会祝福他们吗？祝福他们孤独终老吧，孤独终老吧。分手，这个无法接受呀。那你会做出什么吗？祝福。那他们背叛了你，你还要祝福他吗？那只能这样了。就你不会做出什么，比如找个人揍他们一顿啊？不会吧？就理智一点是吗？对，就让他们俩在一起。他们不是说什么，如果你足够爱第一个，就不会有第二个吗？啊、哦，就你觉得已经没法挽回了也？那你会祝福他们吗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都让人家在一起了，还不祝福他了？就这样，也不会祝福。反正就退出，也不会挽留。欺负你啊？如果他们这样选择的话，那说明他们已经有承担那个后果的那个已经想清楚了，所以如果我再做纠缠的话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那你会祝福他们吗？不会，因为伤害到了我，为什么还要祝福他们？我觉得能成全他们我已经很大的那个极限了。淡定的走，路已经那样了，那自己还能怎么办？那你难过怎么办？不怎么办呢，就不要呗。那你会祝福他们吗？那也不会吧，就是不会再理了吧，就当自己看走了眼呗，看错了狗呗。精神吧，我觉得物质可以自己去获得嘛，一些东西。当一个男的他心都不在，精神上没有的话，那要钱也没用啊。而且现在的女孩子赚的钱也不比男孩子少。那肯定是物质啊，因为有了物质就可以买买买啊。你是不是安全感都是买买买？就是面包和爱情哪个更重要嘛？面包更重要一点吧，我觉得精神比较重要吧。物质女生自己还能工作，精神上的安全感呢，就是她可以在平时的生活中多照顾你一些啊。但她没有钱也可以跟她在一起啊。那可以一起奋斗。
知吧，因为可能就是自己精神上开心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精神上更富有安全感，因为物质上的话自己也可以自给自足。只要他给你些什么呢？给我一些安全感，不包括经济类的，他对你的行动上啊什么之类的，我比较注重是行动上。太开心了。就很开心吗？对，我很讨厌我前任。那他如果要等结婚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就有点遗憾之类的？不遗憾啊。为什么？就感谢上天，他终于放过我了。你会祝福吗？不会。因为我好讨厌他。好开心呀、啊、他找到幸福了呀。那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就是遗憾啊之类的？会分手就不会觉得遗憾。那你会去给他祝福吗？这个看亲情，可能会吧。这个要看当时亲情，因为我没经历过，所以不知道。首先会很难过吧，前任，然后他陪伴了我很多，然后肯定有感情了。如果万一听到他结婚了，那肯定会心痛。那你会就是祝福，或者说是到现场给他祝福之类的？我觉得我会祝福吧，但我不会到现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去现场？伤心。就我希望前任过得不好。我希望前任过得不好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就是很自私，就觉得他过得不好，我觉得就说明我对于他来说是蛮重要的。我会祝福他吧。是到现场祝福呢，还是就是远程祝福啊？我觉得我会远程祝福，不会去现场。首先他我都会尴尬吧，然后再就是也要顾及他的另一半的感受。如果是我爱他的话，我可以都会迁就他嘛，因为我爱他，所以就算不合适我也接受。但是如果我和你合适，我不爱你，那我接受不了，我再去爱你。合适的，因为是过日子，不是说谈恋爱，谈恋爱和过日子不一样的。但是如果要是合适的，自己并没有那么爱他。感情是可以慢慢建立的，你在一起过久了，你就会觉得慢慢性格就会比较合适。觉得是的吧，就是如果说选择我爱的，他不爱我，然后肯定过得不好。但如果说选择合适的，慢慢磨合，然后时间可以慢慢日久生情。日久生情，我应该会选择合适的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有很多还是需要合适。对，就两个人磨合会更好磨合那种。选择我爱的人结婚，合适的人可能也是你爱的人，但是你爱的人一定是你觉得合适的，因为你爱他，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身上什么东西都是你能接受的那个点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就不要天天腻在一起吧，自己还是毕竟有自己的工作嘛，如果是平时有休息的时候，还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出来的。这个没有规定啊，对方有时间的话就陪陪就行了。可能基本上每天联系一下都行，不能不联系，就不用固定多久多久。对，正常的手机联系就行了，见不见面无所谓。无所谓。那不就跟网恋没什么区别吗？也不是嘛，你可能要是现实当中的话，但是如果异地恋的话就没办法，只要手机上能联系到就好。嗯，那你不会想他吗？见不到他视频啊。觉得每个人都要每个人自己的空间吧，就是刚好你有时间我有时间，然后在一起就可以了。随缘就那种啊。对对，比较佛性一点。就不会说缠着他让他每天陪你之类的吗？这个看对方吧，看人。在一起的话每天吗？但是如果他有事情的话也能理解。过了热恋期的话，最主要还是为他人着想吧，理解对方吧。借游戏，因为现在普遍人网瘾都比较严重嘛，每天都在玩游戏，我自己也是这样的。戒赌可能难一点，就是如果有些人赌博上瘾的话，他那个心理的话很难戒掉，心理上就容易被贪婪所占领吧。不管是你赢了还是输了，你还是会有那个心理想继续去觉醒。戒赌。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，就是白百合他们演的，里面的这个剧情我就觉得就是很现实，就是对那种赌博那种认识，赌博真的是很难戒掉的，倾家荡产戒烟。觉得你什么都可以戒掉，但是我叫我戒烟我是不可能的，上瘾有点上瘾。反正就是说你不管是平常心情不好还是什么，我觉得这两个比较舒服。我感觉对男生的话戒游戏最难吧，我自己没这方面的癖好，我不在乎。那戒烟戒酒戒赌呢？戒色可能戒赌吧，有瘾，就像彩票一样会有瘾。是小学喜欢玩那些东西，感觉很上瘾。